如果有一天呢？好好哎，好，等一下，我想勇气啊，勇气也可以勇气也可以。可是歌词，第一句是什么？爱真的。哦，爱真的，爱真的需要勇气来来面对着言飞鱼，只要一人的眼神肯定，我的爱就有意义。爱真的需要勇气去相信，会有天在在一起。人潮拥挤，我能感够给你。我的爱，哎，再放来。在放在我手心心里，里你的勇哇，到气。你就勇气从头到底，谢谢。哎，没关系，你让奶茶唱一首歌送给你，谢谢，好，好不好？让奶茶送一首歌给你，好，来吧。那我就，那梁静茹同公司的好了，好，五月天的倔强，五好，月天的倔强，对哎，啊，我好想听哦。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就是真的，我觉得是我这么多年来一个很重要的心情。也许觉得我难搞啊，也许觉得好听一点是坚持，是，其实就是因为我对唱歌有着一股倔强。那我想，有时候坚持很辛苦，不坚持是很痛苦的。是，但是我宁愿选择，辛苦，对，你也不要不坚持，然后很痛苦，对，对不对？听听奶茶的倔强，来。跟世界不一样，那就让我不一样。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一杆可杠。我如果对自己妥协，如果对自己说谎，即使别人原谅，我也不能原谅。最美的愿望，一定最疯狂。我就是我自己的神，在我活的地方，我和我最后的倔强，握紧双手，绝对不放。下一站是不是天堂？就算失望，不能绝望。我和我骄傲的倔强，我在风中大声地唱。这一次为自己疯狂，就这一次，我和我的倔强。掌声鼓励鼓励。哎，我唱的时候有抖的感觉，为什么？突然有一种很觉得紧张的感有觉。紧张啊，对，你知道吗？你在唱的时候，我觉得你这一次的演唱会非常的精彩，因为你的态度是豁出去，真的你哈、哦。唱歌的态度，然后你准备的方向，跟你现在呢，比如说愿意去让他，有很多人是演唱会前他不唱歌的，因为演他。唱会前就要一直唱啊。没有，很多人说我就是要等到别人来演唱会来听我唱歌。可是你今天难度更高是，你可以接受点歌，然后你就觉得啊，我忘记歌词了，可是你觉得无所谓。我觉得这种感觉很棒哎，那就表示你的心态是完全开放的，我觉得开演唱会就是一件开心的就事是情，开心的事。对。然后我觉得，我也要谢谢。我希望所有现在是一个困难的时代，然后让大家来跟我一起参与一场华丽的美梦。是，来，我们接着再看02363995错了一，Hello，段了。错了一段，没关系，我可以问他，Hello，Hello。你好，哎，是我哈，就是你，嗨，你好啊，嗨，我是板桥行吗？是，是，欢迎你，很你喜欢奶茶，很喜欢奶茶，是，那你有去要听他的演唱会吗？其实我都不知道你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今天第一个知道，第一次知道。对，那太好了，我们今天再把讯息再告诉你，好不好？好，11月29号，下礼拜六晚上的7点半，在台北小巨蛋。那这场演唱会，奶茶呢，她化身单身天后，当然她希望就是所有单身族的朋友，男生女生都可以去。对她啊，并不是拒绝情侣档去，对，就是说希望大家都可以去都看可以你，去，都可对，以来。对，那你应该结婚了吧？
是不是？这两个小孩的妈可以去吗？当然呢、啊，两个小孩的妈，当然可以啊。当然啊，欢迎你来啊。谢谢。那小孩多大？一个大四，一个国一。那一起带来啊。OK 啊。对啊，一起带来啊。嗯。真的哦。OK 哈。嗯。因为你现在是做妈妈了，你有经济主导权。就是你可以确定买多少张票，不是说像小孩子还说妈，我可以去吗？你帮我买票啊！现在不需要。如果你觉得值得，请你跟小孩子一起去。好，谢谢。好不好？你之所以喜欢奶茶是为什么？我觉得它长得很甜。嗯，对。然后呢？然后，怎么讲？我觉得它很让人家能够亲近的感觉。嗯。然后他的歌呢？他的歌非常的好听，刚刚我们在听他的歌，我们家小朋友就说，哇，好好听哦。很好听哈、哦。嗯。他的好听是属于哪一种，你觉得？我觉得不做作。不做作。然后就是很自然的表达。是自然派，不做作，然后是那种内心派的。是。是不是？不是技巧派的。对不对？也不是美声派的，怎么样？你是想要朝技巧派？可是不能说没有技巧啊，没有技巧、哦、唱不了那么好听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对耶！你看你怎么跟他这么麻吉呢？嗯，好，谢谢你。那等一下，请问你今天想听他唱什么歌，还是说他唱什么送给你都 OK？ 我很喜欢。我想今天就不点他的歌。嗯。那我点陈淑桦的歌可以吗？陈淑桦，那他唱陈淑桦随便什么歌都可以吗？我先讲一个歌名。嗯，我说他不 OK 的话，就随便什么歌都可以。哦，好好好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试试看。好，梦田，你知道吗？梦田呐、啊，嗯，梦田不是梦田，梦田是那个。干嘛你身后的孩子说要唱梦游？没有，他刚刚是你们讲那个梦游是那个演唱会的主题曲、嗯、哦，嘛对不对？梦田你知道是齐豫跟潘越云原唱，然后呢、哦、然后呢？后来是听陈淑桦的。对对对对对，没有关系。梦田，我看到有人呢眼睛一直思索着到底这歌词是什么。好，没关系。你可以先唱一句给我听啊。每个人心里一亩田。Yeah. 对。每个人心里一个梦。对。然后下一句。这样一颗种子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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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来，这样子，我有一个想法，妈妈。有你现在唱，我让两个帅哥帮你伴奏。哎，不错。然后呢？然后如果奶茶中间就跟你唱和。不是，这样子好了。嗯，没关系，奶茶唱任何的歌我都很接受。OK。这就是我要的答案。我就知道，心有灵犀耶。心有灵犀一点通哎，我们只是绕了个小弯就来到这里了。嗯、奶茶就换你发挥了。谢谢。那。好，那我也选跟齐豫大概同时期的歌，哇，真的吗？好不好？好 ，OK，OK，、嗯 okay. 也是我现在的心情，也是现在的心情。嗯、我要的不多，哇，谢谢，好听，你喜欢吗？你知道我要的不多，这是马兆骏的经典名曲吗？应该知道哈、哦。嗯。妈妈，你专心听哦，这首歌好好听。好，谢谢。